婚恋市场开张，四位性格迥异的待嫁少女如何在婚姻市场找到自己的命定姻缘？第一招，画像招亲。你看，这是我女儿，长得不错吧？这是你的画像。这是谁啊？这不是你吗？这不太像我吧？第二招，美色诱人。世子大人，喝茶呀。哎，你什么时候画成这样？世子大人，常来啊。第三招，舞技迷人。姑娘们，跳起来吧。世子，这锦荣姑娘有两把刷子呀。好家伙，男人还是能动啊。看春家四姐妹如何收获属于他们的美好红线。3月22号起，周一至周五晚间7点，春台首播《蓝龟喜事》，就在爱尔达综合台300频道。